本回合第一级唐军补员是一，不过没有可补员的单位。补员阶段结束。开始第一场战斗，跨河攻击部队攻击力减半，3-1。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，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，最终变为2-1。2-1的三第二被包围就被消灭了。进入下一场战斗，3-1。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，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，最终变为2-1。2-1的二 EX，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。然后下一场战斗，3-1，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，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，最终变为2-1。2-1的六第二防御方撤退一格。进入下一场战斗。5-1平地无修正。投出三第一防御方被消灭。第一集团军所有行动结束。本回合第八集团军的补员是二，正好把两个坦克部队补员上。开始第一场战斗。5-1，村庄是左一列，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，最终还是5-1。5-1的六第二
防御方撤退一格，不过是被包围状态，所以被消灭了。然后下一场战斗，11:1，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，受指挥部影响向右移一列。由于超过7:1，所以最终为7:1。投出葛六 BX，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，抵抗真激烈。进入下一场战斗。刚说了抵抗真激烈，就来个逃兵，打脸速度真快。然后下一场战斗。6:1，东京市区为左移两列，受指挥部影响向右移一列，最终变为5:1。投出一 DE， 防御方被消灭。进入下一场战斗。跨河攻击，攻击力减半。6:1，平地无修正。受指挥部影响向右移一列，最终变为7:1。7:1的四 DE， 防御方被消灭。然后下一场战斗。1:1，荒地士左移一列，变为1:2。投了个六 AR， 攻击方撤退一格。第八集团军所有行动结束。本回合日军只有一个预备队做增援，没有补员。没有补员的话，看来东京市区已经被占领了。这个预备队看来只能去防守水库了。开始第一场战斗。真是感人的战斗力，1:3，平地无修正。投了个四 AR， 攻击方撤退一格。好吧，水库被占领了，本想消灭一个美军单位的。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。现在战况是这样的，东京市区已经被美军占领，现在日军唯一可以争取的就是水户，看水户能不能再躲回来，其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好了，第七回合就到这里结束了。